为了落实青年的政策，将青年人才留伫咧彰化。彰化县政府将伫3月29日青年节迄天，设立青年发展甲就业服务科。除了原本的就业服务以外，并将新增设青年服务单一对口，由专职人员协助提供资源咨询、专业服务，让青年愿意留伫咧家乡，返来家乡安心伫彰化就业。青年是邱锦清替了东市长的原动力，为着成立甲青年朋友的对话平台，落实青年政策。彰化县政府将伫3月29日青年节当天，成立青年发展甲就业服务科。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青年发展甲就业服务科未来除了办理青年就业创业辅导、职业训练，并且将整合府内相关青年资源以外，也将透过单一的对口，提供彰化县青年更加多元并且专业的服务，来提升青年返乡的意愿，将本县打造成青年实现梦想的幸福城市。少年人创意无限，那特别是讲，伫咱即卖即个社会哦，更加需要有少年人的即个活力哦。那咱彰化县政府设立咱的这个青年发展暨就业服务科，最主要是要把咱中央到地方的这个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协助我们青年能够来这个创业，让他在创业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一个这个顺遂哦。那伫遮咱的这个少年人的这个做成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平台哦，让我们年轻人在创业、就业或者有任何的一个这个需求的过程中，都能够得到我们政府最好的一个这个关怀。彰化县政府嘛，规划强化彰化就业通平台，强化平台网页功能，让青年在找服务资源上会当更加紧嘛，更加便利。同时，未来也将会办理青年就业创业辅导、职业训练，希望透过单一的对口、专人专线，吸引更加侪青年返乡来打拼，将彰化县打造成青年实现梦想的幸福城市。新彰化新闻北平林彰化采访报道。